是 Vic，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这款裤子，板车线街头棉质短裤，不管你是外出还是居家都非常好看，也很舒服，比例会变得很好，背心 T 恤就非常好搭，口袋啊裤管都有做一个不收边往回卷的感觉，会让你看起来比较随性，抽绳的部分是用本布去做的，很有质感，四个口袋，两个口袋在上面，容量很大，下面两个口袋左边右边各有一个，做的是一个工装口袋，方方正正的，看起来就会比较立体，这种剪裁方式容量也会加大，可以放很多的东西，每一个口袋拼接的地方小细节处理很好。我身高183公分，体重72公斤，尺寸是 XL， 两个颜色是我现在身上穿的灰色，黑色我个人也是觉得必备，腰是松紧的，高矮胖瘦都可以驾驭，帅气低调超级凉，百搭舒适，很适合夏天，在这边推荐给你们。